好啦，接着来，接着来，这一局就，啊靠！我哎呀，惨！哦，我这一局来补一场牧师的 NC 阿塔吼，然后我刚看到了我的天赋，有点尴尬。Three, two, one.对，我的天赋有一点点尴尬。这个谁不会玩？对，他应该可以用消失的。对，他没消失。对，没事没事，差一招而已。干，喂，每次都换计划。还是换一下吧，虽然之前说都看都是看要看输出的，对，可是这次就对啊。就还是看我自己的吧，对啊，看一下也爽。欸，少一个神系之心啊，对，我点到光辉来，没有没换啊，之前打团前阵子打团本，没有换。你怎么又被咬到了？那你跑这干嘛？对啊，你跑这干嘛？干脆不要跑。看来你当祖尔的祭品刚刚好，刚刚好。我这边我顺便调一下我的快捷键好了。我要怎么放呢？放哪里好像都不太对。要这个，反正我也没什么在输出。对啊，然后我发现因为打团本的关系，所以管理意志又不见了，烦呢。每次打团本都要那边挑，烦死了。我放这一招辉煌吧，光辉辉煌，就我放辉煌的时候，我得自己注意一下那个距离。对啊，我得自己注意好那个怪与怪之间的距离。对，不能说我没放啊。对，如果乱放去 ADD 的话，就得不偿失了。对。
辉煌，辉煌打团本很好用，对。可是他，就是他拿来打硬加的话很危险，真的，他很危险。就是因为辉煌是有伤害的，他如果没有伤害倒是还好，对，可是他是有伤害的。我就站这里，来，痛痛痛痛痛，来驱一下。换个姿势，我刚进副本还在想说我装备 O 不 OK， 就是有没有换到装备，因为我有那个什么，就是我刚好打团本运气不错的，就是拿到这个饰品，然后才在想说怎么没有装上。对，我还以为我靠背怎么弄到我啊？你看，我还以为我去引到旁边那一波，嘿，因为我刚看那个辉煌的范围，好像会引到，然后对我刚刚就吼了骂了一下，然后结果没事。啊，没事就好啦。那边我记得不能跳，对，我记得来过。对，我记得来。对，不行。为什么我在打？我刚好离开罩子啊，对。要小心，要小心，对，小心什么？小心不要我的辉煌不要。可以，刚刚好。这时候其实辉煌就很好用，对。然后再加上这个恢复，其实就够。正常来讲应该够。因为光那个什么黄的扩散有点，就是我同步的扩散其实并没有很广，特别的广大。
地取暑。很好，就是这个只会出现一次而已，是好事。正常来讲。过，可以。OK， no problem。哦，你好歹确认一下吧，我还在补血。对啊，我还在补血，你就冲了，真是的。不行，这时候就绝对不能用辉煌，太危险了。对，上跟下都有机会赢到。的人，
变成是我抓辉煌的那个效果要抓得很好啊，一直对，不管怎么爆我都不知道。这边这么大的路，我想过不去。喂，这个你，我还要被你移动，我真的帮不了。看你拉拉干嘛？他刚点二十几层，快三十吧。然后他已经在风筝了，他这样把他拉过去，而且还狂对那个被拉的那一只还是狂怒状态，这样子差点被挤晕，你知道吗？3, 2, 1，你为黄金而来，却只会粉身碎骨而去。帮帮忙！能不能？算了，没事没事，还好我反应够快。真的。
达萨的力量。哦，按错，按到如此，失效。奉献你们把祭司杀了，我对神庙的控制只会越来越强，越来越强。就是7%刚刚好呢。但他们要打，这边没有抓小怪，上面两只龙，上面两个龙都没打，都打吧，这边有打一只。比我想的好像有。他的，等一下回头再清一只龙，应该就差不多。3, 2, 1，来来，星星，好，刚好回皇家那个治疗之皇，刚好可以把那个血都抬起来，这样子最好。喂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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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还行啊还行啊。我反正我的魔还够，对，我在我魔够的状况下，然后坦克并没有大爆血的状况下 ，OK 的，对。你走开！放心。哦，不就还好我，我技能多。歌神走位，二道跑，这有什么困难的？粉碎你的灵魂！不再失效，这里总可以了吧？放心。OK， 走走走。会撕裂你的灵魂。哦，痛痛。你要抓哪只小恐龙吗？前面这波打掉了、啊，上面那一只吗？不对，你直接清下面两只还比较快。嗯，这边够吗？到。个人感觉。这边刚好3%，我必能扫清这一波。哦 ，OK OK， 加一加一，开奖开奖。哎、欸，其实这个视频还不错哎、欸，对啊，
补7万多的血，然后因为刚好是在大天使的状况下，我不知道大天使会不会加他的治疗量，看一下全身，因为只有刚刚只有开一次而已，5万多，好少，5万多。哎，是这个吗？对啊，这个啊。好，那这一局就先到这吧，谢谢大家。好了，接着来，我记得是先打右边的刺客，先打那只刺客。都可以啦，反正不赶时间，没有在管的啦。这一局就来补一场 N12 保底的阿塔，继续往下打那个。近一点，别这个边跑，这小子的。猫，你要卡哪里啊？卡这边吧。还，哦，继续往前。都可以啊，看你的，你高兴就好。不然就卡这边。那我这一只就开视线了。那就直接上喽。我直接开灯了。快逃啊，小女孩！快逃！怎么恐惧啊？那你刚出啥没啊？啊？什么？我说我刚出差点没卡。是被追可以用剑，那个剑术。哦。有这么痛吗？哎，他不放我下来，怎么样子？这剑影盗贼隐身，那个消失都可以。被击了，要装死哎、欸，有没有？有。
就是他咬你，就是唱咬他唱出来之前就要醒。快逃啊，小女孩！龟裂在唱的这个段独角中，你就要醒了，不然他唱完，如果你再用没有用，他已经定到你。他是刚刚不是你可以到，看来是一根熟练的大腿。一个小雷包而已。没有没有，要去看他的 YouTube 频道，赶快趁机宣传呐、啊！这样子加破碎、欸，加三个、欸，不行、啊，我这么雷，加三个人哎、欸欸，加三个观众哎、欸，三个订阅者不好吗？不用不用不用，我看在场各位，你们实力也不弱啊，你们只是很少在打而已，我们主要是同本的、哦，我看得出来哦。我们都看 H 慢点。我们老爷都不把餐饮挂了。不用清，直接清到那个门诊，我们再跳，我们门诊没办法跳。是不是有飞？我不知道啊。什么？不是没有订阅吗？不是有订阅吗？什么？哎，我什么？没有订阅吗？金链呢？我没有订阅他的那个频道吗？你没有订阅。哎、欸，你讲话模糊，听不太清楚。我说你有订阅你朋友的频道吗？有啊，一人一订阅啊。啊，不要好吗？我真的不是为了订阅而录的，好吧？拜托不要这样，我嘴干。接了。起来吧，死去的人！图腾不要打，图腾不要打，图腾不要打，不要打我图腾，让我收割。有点惨，熊坦就像块肉一样。哇，这也太强了！好，跑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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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好，捋捋捋捋，那一只大虎，那一只大虎，最后残血那一只，快快快，敲死他！大只，三趴。OK， 捋捋捋捋捋，不然趴数会不会超过？是，运气。十八。没关系，保底。人都
啊，第二季我这还第一次打。你稍等，闪现阿塔，你第二季第一次打。哎，那等闪现 AFK 状态没有啊？哎，你上次没有打那个吗？我还没有那个猪王灵魂状态还没打过，就那个。哦，那我就自打团本啦、啊。先去打刺客哦。哦。这两只难搞。我说你的新角色变怎么样？变了。我练了六等之后就还没练。要用时间磨他。或者你有开新角色吗？啊？你有开新角色吗？新角色没有，懒得练。是门神，我是都卡到自己。牧师啊，要是你考虑，等一下我们就用自己的用就好，不算。你看上下跳可能会卡视角，不会补不到。上路，咦？怎么了？哦，要打死了！我觉得这是改版电话是不会多出的效果，还是以前不对？发现 DH 随便打就好高。我通过 DH 只要就是随便滚，都会有一定的伤害。就是这完全不会玩。这法师 AE 真的赢不了 DH， 我觉得法师被削弱好。哎呀，那你一直喽。最上面那一次给我吧，记得那个坦克要打断哦。BOSS， 你只要打 BOSS 就好，然后 BOSS 会跳，他跳开，不管他做什么动作，最后一招就是他会插独跳，唯一可以断的那一招一定要断，其他的都 OK。倒数吧，你倒数吧，倒数对。我倒数坏掉，你不然就直接上，直接上。不喊的吧？那我们今晚的连鱼丸就是坏的。就这招，就这招，漂亮！千万不要让他唱出来，不要让他唱出来。有一个突然打败，有一个突然打败掉，我这边有点打不太爽。等一下帮断一下，等一下帮断一下，哈哈的哦。
差一点点。不打量，谢谢。你要回一下吗？不用不用，你接上。那就没得救。我自己会回，除非我完全空了，你可能就要等我一下。我没有完全空，你就可以接上。收割哦，那个怪先打死，那个原本的怪先打死，原本的记得闪避吧。好的。真是太可怕了！没有，因为这一波刚好拉到那个加到收割，然后如果怪小怪不先，原本的小怪不先死的话，我们再加狂怒，你被打就是双倍以上的伤害。因为这礼拜是第二层是那个什么狂怒，血滴雨就会加一百吧。看下去了，那上来吗？我是第30秒，你就还是跑上来吧。我上来了，没有可以上来，太尴尬了，太尴尬了。还好了，小怪就刚好一直在旁边看你，我会吓傻。熊坦就是有点硬啊，还是有点硬，跟点法有点不太一样的关系。八，我不知道，看一下，高王，哎，对。
在那个柱子上面的那个四根柱子上面有两只那个飞龙，尽量不要拉到，尽量不要拉。有点困难吧？上面那两只稍微有一点距离的话是可以，不会拉到了。拉到一只就还到，还可以，两只就两只，我们的趴数就已经爆了。开火车。边亲王，我们接收哥。起来吧，死去的人！平路过的第一步收服了，你说什么？我平安路过的第一次收服了。你们要不要中间这几只先 A， 然后要用力 A， 然后接首歌？看你们要不要？我可以、啊。我就中间这一坨 AA 看了。对啊，然后坦克看看要开招 A 啊，要开招。对，然后你要上楼。对，你要跑的时候我会拉。那你要跑的时候讲一下，我帮你拼，顺便帮你拼个脚。不然我等一下我跑这一边，那、啊、你把我拉过去。没你拉过去，我拉你，你再跑就好了，一定来得及。要不然拉对角，要不然拉对角线。对，你看到那只熊飞走了，你们就可以晕了。
面的上来喽。哦，你要风筝的，三十层的。没有没有，那个不一样，那个我可以去。这个收割的小怪不会叠，不会叠坏死。他叠的是那个魔法。可是他不是一直捡那个上限吗？没有没有没有，他是他那个捡上限，我可以捡，就是不知道啊。对，那是驱魔，所以我们捕食大概在15层以上才会捡。不顺死哎，不顺啦！我刚刚就被上的厕所打我16万，包什么东西，超痛，好险。哎，是要这样吗？怎么鬼？左右边还有两只祭司哦。左右两边。旁边呢？打坦克去捞鸟，等一下。然后在你的左手边有一个反款，那个也那两只妖。回来了，回来了。我们那个左右技师跟我跟两只牙都要拿掉，应该可以一起打吧？可以可以。我突然觉得土元素好好用，夺魂就叫土元素出来，还蛮好用的。嗯。啊！我现在没办法离开。啊！我现在有事情。哦，你现在有事情？对。妈的，你要帮哪吧？是爸爸。啊！我。应该可以打王了吧 ？OK 啦，可以打啦。那就直接上喽。这里不欢迎亚兹玛的手下。我有阿塔达萨的力量。小队员那个。贼陀是我的，我想跟你前面。有张张在，他就会抢。我就变电死了，这是特别的死法。
哦，我先去开那个，我再自杀。没有啊，你可以往门口这边跑啊。对啊，门口这边不是没有怪的。等下上面那只叉叉拉出来打好了，拉一下好了，我们就先打他吧。反正我看爬出来够。准备抹一下那个嗜血的 CD 吧，因为法师开的那个五分钟 CD 还是有。我三分钟就好。他是不是不太够？等一下我们回去再打就好了。这都在打，这样可以少清一次收割，因为180还是会再出来一次。原来如此，那就直接上喽。等一下，还有三分钟 CD， 要等吗？是还没好吧？是还没好吧？等二。两分钟，嗜血不是还没好？你开了，我打完了，嗜血可能还没好哦。有人喝咖啡爸爸药水了，暂停一下。好啦，苦等了，你要倒数哦。一段时间倒数就比较虐他了。不然就直接开始，没关系，直接上。就拿了东西回来吃一次，哦，然后说。粉碎你的臂弯。放心。坦克如果屁股蜘蛛多的话要移动哦，你要边带着王风筝哦，他们那个 BOSS 的屁股附近不要有太多蜘蛛。放心。就是说 DH 冲的时候可以把蜘蛛冲掉，放心，再来一下。那是开无敌的，开无敌再冲掉。
感谢。哎，干，还没清完。等一下，爬树还没清完，爬树啊。你可以退了，可以退了，太兴奋了，你可以退了，你可以退了，那你要走都忘了还有5%。要我下去？跳啊，摔不死的。上面那一只妖，总共2只，第二栋吧。我看看。结果我半个驱魔都没用，看。很正常，很正常。影响，这会被打爆哎！哇塞！开奖，开奖！一个比一个还硬。我不会打，因为我已经打完了，我还在打风暴。没有，我已经碰完了。这风暴我真的不敢去碰，这一周真的太恐怖了。开奖，开奖！那个保底就打风暴的。空的那个，好了，那这二王就弄死了掉。